今日咧，我相信好多市民咧都係好關注，究竟呢一次嘅指引咧，會唔會將個範疇真係去規管埋互聯網？因為互聯網實在係一個非常之自由嘅空間咧，係唔容許我哋咧係隨便去規管。咁但係我睇翻個有關嘅指引咧，反觀我相信可能係一個誤會，因為有關嗰個指引，如果冇搞錯嘅話咧，佢10.2部分咧，基本上咧係講國發牌嘅電視廣播營辦機構同埋國發牌嘅電台機構嘅。咁而10.3咧講話佢哋所製作嘅又有關嘅選舉項目咧，基本上咧係規管咗發牌嘅電視台同埋獲發牌嘅電台所做嘅節目，包括佢哋嘅台喺互聯網上播放嘅節目，先接受呢個指引範圍所規管，而唔係我哋一般係冇需發牌嘅互聯網嘅任何電台。咁呢方面咧，我相信係做咗好大嘅誤會，導致個社會上好大嘅聲音。咁呢方面咧，如果係法官你可以馬上咧確認我嘅睇法係啱嘅話咧，其實大家都唔需要太過驚、太過緊張，因為基本上都係講緊有牌嘅電視台同埋有牌嘅電台所做嘅節目裏面，包括喺互聯網上會播放先至受規管，其他所有廳台又好、人民台、網台有咩台都唔應該受規管嘅。所以呢一方面咧，我都同意剛才所講，剛才所講嘅就係我哋要保持呢個空間係唔能夠規管，因為實在太多我哋管唔到嘅嘢。咁呢方面希望同法官。馬上澄清，大家唔需要顧慮，唔該。究竟邊邊啱啊？你釐清咗先。
自行製作有關候選人參選節目嘅電台同電視台，我哋就從來冇諗過要包括有啲分享影像、短片或者音訊嘅網站或者社交網站。